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咪咪，我今天呢就为大家介绍这两款的 Lady Dior 啦。大家对这个 Lady Dior 一点都不陌生的啦，是它最经典的一个款式啦。我手头上呢就有两个款，这一个款呢就是最经典的一个款式，这一只呢就是今年22年新出的一个款啦。我今天就介绍了这个款式，咁呢一個咧，大家對佢一啲都唔陌生噶啦。咁佢咧就係呢啲 Dior 嘅三格。咁其實佢呢個 size 咧，其實都比較多女仔中意嘅一個尺寸啦。因為佢呢一個尺寸咧，其實佢配嘅肩帶咧就係配咗一係配鏈嘅。咁再大啲 size 嗰啲咧，佢全部都係配皮帶。咁其實女仔對啲金屬鏈啊，有啲 bling bling 咧，其實都比較中意嘅。所以佢呢個尺寸咧，受歡迎程度是比較高，而且我們都經常缺貨的這個尺寸。大家走近一點可以看看啦，這一隻顏色呢，它是一個珍珠灰的顏色的，它整個呢都是羊皮，它這個皮質上面呢其實都會做它最經典的格仔紋啦，還有其實它這隻呢是跟它平時那隻灰色有點不同的，這隻是帶有一點珠光的，咁就會有少少閃粉喺個皮上面啦，同埋扣方面咧，佢係撞咗個淡金嘅扣，咁就唔會搶咗成個袋啦。望落去就特別 grand。咁佢最貼身父母咧，個底部咧都會有翻四粒釘啦，去保護翻個角位嘅。咁打開入面俾大家望下，咁佢就用咗呢個揭蓋嘅模式，咁就你拎嘢咧就會比較方便。咁佢入面咧就其實同之前有唔同噶，咁佢入面咧依家係做咗嗰個鉛布，咁你見到佢嗰個鉛咧，其實都會有翻佢個 CD logo 喺度嘅。咁陣間咧就孭個上身圖俾大家望下。咁而我今日再介紹一個咧，就係呢一個新款啦。咁新款咧同埋佢三格對比咧，大家都見到佢係比較矮啲啦，同埋個長度都會比較長身啲嘅。咁其實依家好多明星啊，其實都係用緊呢一隻嘅。咁呢一隻咧，佢都係用翻佢經典嘅格仔紋啦。咁佢都係羊皮，亦都係撞翻呢個淡金扣。咁佢嘅肩帶方面咧就有所唔同啦。咁佢其他尺寸咧就係用咗一條皮帶嘅。咁呢條皮帶咧都係可以俾大家調校呢個長度。咁另外呢一個款咧都配咗一條短啲嘅鏈帶，咁呢條短啲嘅鏈帶咧，其實可以貨大家做一個腋下包。咁俾大家望下入面啦，咁亦都係做咗個翻蓋模式啦。因為以前拉鏈款咧，其實佢依家慢慢係淘汰咗噶啦。其實好多都設計已經去到翻蓋模式噶啦。咁佢入面咧就用咗鋼皮嘅設計。咁其實容量方面，其實佢都夠裝噶呢個。同埋白色咧都比較少有，白色都比較難揾嘅，同埋撞上金扣個型都好靚。咁依家孭上身俾大家做個參考啦。OK， 咁依家孭個三格俾大家做參考啦。咁三格佢係襯面嘅，咁你夏天其實你就算襯短裙啊，襯 casual look 其實都冇所謂嘅，都 OK 嘅。同埋呢啲顏色就少有啲咯，咁你亦都可以手拎啦，手玩都得。咁另外孭埋呢個上身圖俾大家做參考啦。咁我就用咗條短帶先，咁短帶咧，大家就可以做到呢個腋下包嘅感覺。咁你亦都可以手拎翻啦，咁條鏈咧，大家都可以咁樣擺喺度做翻個裝飾都得嘅。手環，咁其實佢呢一個款咧，其實佢有個貼心嘅位置咧，就係佢將嗰個扣位收喺入面噶。咁大家如果唔想拆呢條肩帶咧，其實大家可以將佢直接擺入去，咁你就可以咁樣手拎噶啦。咁另外咧，就將條皮帶扣翻喺呢個位置啦。咁你亦都可以咁樣單邊孭或者斜孭嘅。咁呢個就係單邊孭。
个长度，你可以扯咩？咁当然你手环都可以就咁直接摆喺度做翻个手环嘅。咁唔知道今日大家听完我嘅介绍，中意去边个尺寸呢？咁而家我哋尖沙咀咧，暂时都有现货喺度嘅。咁如果中意嘅话，可以落嚟我哋门市度购买啦，同埋记得下载埋我哋名人站嘅 A P P。咁有啲咩问题都系直接揾翻我哋嘅。咁今日多谢大家观看啦，拜拜。